OK，豪哥今天又带来一个强棒了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最近在研究这牌子，对，讲一下这牌子是什么？这个当然是英国的品牌啦，但是我们印象中的英国品牌应该是比较淡一点的，但是这一个牌子完全没有颠覆了我们对英国制香水的想象。是。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馥郁的，馥对，郁的。然后基本上它这个都是手工制。是，对，你说这是什么材质啊？席呀、啊，我席哦，对，因为是马来西亚产自马来西亚的席，因为马来西亚我们最知道的大概就是它的席况，一直都是供给大英帝国这个席况哈。是，以前它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吗？现在还是大英国协的一份子啦，哦，是现在还是大英国协，那啊，因为它洗衣比较柔软了，比较易于加工了啊，比较易于加工，可能跟我们铁啊，如果他把铁放上去，这瓶子可能真的太就重了，会太重就 OK，啊，而太且重，会锈化，对，会锈化，对，好。那今天这一支叫做什么？叫这个牌子叫伯迪西亚，伯迪西对亚，不那这一支叫做对？这一支我看一下，Monarch，Monarch，中文翻成君王，君王，帝王，最高统治者的意思。好，Monarch，我们来试试看味道，好，好吧？这可以喷吗？可这以，个贵贵的这贵贵的，对这个啊，你我有都不去好意查思。一下国外多少钱吗？换算台币。这个颜色还好，它是按照颜色分的。哦，是哦。对，这个颜色就是它的比较平价的部分。那所谓的比较平价，已经对我们来讲是属于是高价了啊。哦然后再上去就是有颜色的，，OK。对，那好像就3万多是吧？啊，没有，最高级是金色，金色就三金万。色3万多。对，哦。那下面那一级好像是，不是下面那一级就是黄，不是，是蓝色跟绿色，它又叫蓝宝石跟绿宝石等级。OK，我有许愿一只蓝宝石还没回来。哇，对，好，那这一支它定价也是破万的啊，一定破万，这一定要破肯万定的，破万！光我的是妈呀，这个手工制就一定是破万的对，啦。而且这个味道真的很厉害，我们今天特别要推这一支。对，那因为这个牌子其实台湾比较少人知道啊，那最近有代理了啦，好，但是因为可能售价的关系，它也没有全线引进，它只引进好像3支吧，是三支。全线这种事情就要交给我们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如果大家反应热烈，我们真的可以从长计议，审对，慎评估，把全系列引进。这牌子我试了几支，我真的觉得它可以。哦，真的嘿，我们话不多说，立刻来。对，Monarch，哦，你看它的喷雾非常细致，而且它那个是，哇，隔着口罩我都，哇，真的，它一开头有着英式香水的优雅，对，但是没有它那种，太容易消散的感觉，它还是，这精油浓度我可几乎可以肯定是非常非常高是，的，对。它一开始出来的辛香调加木质调，做一个开头，你就知道，这绝对是会让你感觉哇哦的一支香水对，所以老师，我特别喜欢它的木质调，木头的感觉。我想象的画面，因为其实这个，其实我之前它一刚回来台湾的时候，我就立刻就闻过了。它一开始呢，你有没有看过以前一部张艺谋的电影叫做《英雄有》，李连杰演李的嘛，连杰演对不的，对？对，那李张连丰杰毅，对李连杰是不是跟所有的刺客换他进前到秦王的前面十他那步？个是改编自荆轲刺秦王，是，对，荆轲刺秦对，王，对。那他是不是换到了其他刺客的牺牲，然后进前到秦始皇的前面的十步？对，因为他有一个绝杀叫十步一杀。就是必定在十步之内，他一定可以让对方致命，不管对方武功再高。那因为张艺谋电影就是以唯美的这个场景为主题嘛，那我觉得这一个是不是就跟木头的味道就很像这个跟大王对坐，然后一起饮酒吃饭的那个这个宫廷的画面，全部都是木造的哦，而且色系是这个深邃的木质调，并不是那种明亮的。
但是你就会觉得它非常的庄严宽阔宏大的那种气势。对，我觉得这一款木头给我的想象画面就是这样子。因为那部电影是发生在那个时间的背景，时空的背景是在战国时期啦、啊、那在咸阳，那么叫荆轲，荆轲刺秦王啊、okay ，图穷匕现。你的那所谓十步的那个是啊、哦，那咸阳宫因为秦国哈、哦，他崇尚的就是黑色，正好呼应你所谓的那个哦，真的对历史感，哎、哦，真的真的啊、哦，所以你看，只要看到秦国的任何电视剧、电影，他们都是崇尚黑色，黑色，黑色。所以你今天也穿的黑色就对了，是吧？对，你是为了拍这一片才来的。好，好，有认真。你真的是，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对。好。好，来，那你觉得以你这个男生来说，这一款味道给你哦，这个这里面我闻得到茶，还有乌木、嗯、哦，你闻到茶、啊，嗯，因为老实说，我必须说老实话，我个人不喜欢茶的香，因为我天天喝，哦、因为我觉得喷在身上对我来讲有点怪怪的，哎、欸，有点怪怪的，对、嗯，但是我还是，所以我对茶特别敏感，是，然后它的乌木，它真的是有乌木、嗯，但是没有像意大利的这么的强烈跟腥臭。对，它完全没有，对，因为它还是舒服的。虽然是一样有乌木这个香材，但是它要呈现的，就是一个优雅，嗯，好优雅。对 ，OK。你很难想象一个英国绅士穿的跟福尔摩斯一样，但是身上却是有那种臭臭的乌木。对对对，不会，这个福尔摩斯相当的有，怎么讲？它不是福英国感，它就是帝王，它就是呈现帝王在他的宫殿里的这种恢宏感。对，而且沉稳。福尔摩斯最后被受封为骑士嘛？哦，啊，有嘛？他骑士 okay, 就是要单膝跪下，然后女王拿他的剑在他肩膀、哦、肩膀点一下，对，是哈、哦，嗯，好，那你觉得这一支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，跟什么样的季节？这个因为它没有所谓的太厚重的感觉，但是你可以闻得到它精油非常非常的。纯度非常的高，我觉得它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。嗯、它展现的是一个磅礴的气势，那个气势是非常磅礴的，一个大气，一个非常霸气的香水。那你说，因为它闻得出来，它有一个丰富的花香，嗯哦、它也有很多不同花材组成的，对，很像捧了一束花，可能女孩子喷的时候就把那个花园的花收集在你的手上的感觉。嗯 ，OK。所以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可以。是上班尤其适合哦，对对，它带给他一个稳定、对舒服的感觉。你知道有一种人，他是因为霸气很容易让人家联想到就是把人家压在底下这种霸气。可是这样子这一款哦，这一款君王的霸气是，他就算静静的坐在那边，他不跟你讲任何一句话，你都会感受到他的气势跟气度。那个叫不怒自威。对、对，不怒而威。对，好、哦，就是你不用讲任何一句话证明你些什么，不用，你就是静静坐在那边，人家就知道说，哎、欸，这个人是有料的。对，没错、哦，他的气场是好的，是强的。对，但并不是给人家压力的那种，这要区隔开来。我觉得压过头了，不要压过头了。对，那这一支就属于我刚刚表达的这种。欸、你会知道他的气场跟气势是有的，但是他不会给人家压力。你知道他的专业，但是他却不会咄咄逼人。嗯，对，那种感觉，对，对对咄咄逼人。OK， 好，那看一下他的香材，来看一下他的香材，又要辛苦你了。喂，这听说是料很多，就对了。对，哇，好，哦，我的妈呀，哎、欸，很特别哦，里面的香材很特别。对，前调红浆果、艾松、红茶，哦，葡萄柚。香柠檬，中调是豆蔻，粉红胡椒，对我有闻到粉红胡椒味道，就是肉辛香料的味道。对，肉桂、玫瑰、茉莉、小苍兰跟铃兰，哇，它花调很丰富哎。对，那基调也不含糊，带给你皮革、沉木香、零陵香豆、香草、焚香、劳丹脂、广藿，还有这个象台、雪松。好 ，OK， 好。来，可以提早到。我的客户说可以提早到，对，好，哦，好，那我们待会回来，你看它的香材真的是对不含糊、哦、所以它有一个多面向的呈现跟一个香氛的呈现嘛，
所以你很难把它定义在某一种香调里面。好、uh-huh. 哦，你可以，所以它可以在各种季节、各种场合使用。啊、嗯哦，各种季节、各种场合使用。那当然，我觉得这男生绝对是非常合适的。那你觉得女生用起来呢？哦，我觉得那种职业是老师啊，哦、有吗？老师啊，师资辈的，对，师资辈的、okay. 非常适合，或主管级的。对，哦、我倒蛮期待女生如果穿这一支的话，应该是会别有一番风味哦。对，哦對就是她非常的专业的女性的形象，嗯，哦、在她的工作领域内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待会回来看她后调有什么样不一样的。没问题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君王回来，君王，真的是君王，对。请问现在君王在做什么？现在君王，我不是问你了，我是说现在你感受到这一只君王他正在做什么？他现在在，他有点像爱德华六世，就是那时候被纳粹德国狂轰滥炸的时候，他就死不投降、嗯、啊，死不投降。他应该讲他有着坚毅的性格，看起来非常的、哦、非常的柔软，但是却有着坚毅的性格、嗯啊好，只有如这支香水，它虽然是比较没有这么的侵略性，比较绅士，是对，但是它给你带来的后面的呈现，后味的呈现、嗯，你可以知道这个香水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底蕴，是应该非常深厚的底蕴、嗯，那绝对不是所谓的小清新，对，绝对不是所谓的小清新。嗯我刚为什么问你说这个君王在做什么？因为我一直试着用这个味道想象他在后调的时候，他的心情跟他的处境是什么。我说白金汉宫是吧？对啊，但是我的画面是比较偏这个中国的古帝王、啊、的这种场景的感觉。我觉得他现在宫廷旁边都会有他的比较休憩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除了在这个人家说什么？朝政的时候，是吧？就早上不是要那个他们要上朝哦，上朝的时候，上朝他会有跟大臣议政的时候，对，他会有下朝休息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觉得他现在又在他的木造的宫廷旁边的小房间休息的时候，然后看着外面丝丝细雨这样滴下来，那他在安静沉思的时候，对，那他可能在思索未来这件事情。哎、欸，我觉得，而且这个周边的木造的宫廷旁休憩的这种花园，皇家花园，对，很纯粹干净的木头香。那外面下着一些些雨，但是内心是平静而且安详的。然后有着人工河，然后那个人工河当然不会川流湍急啊，然后它就是平稳的流过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就像这个君王的心情，圆明园，对，圆明园的平稳平和，对，哎，我喜欢它这个后调，对，而且干净纯粹的木头香，这个牌子我们当然是今年算是比较新引进的，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牌子可以在今年可以多介绍给大家，对 对，多介绍给大家 ，OK， 其实是很棒的，就是。因为之前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试闻，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个味道。嗯，光看外，只能光从外面看它这个洗牌了。对啊，洗牌。嗯，然后后面这个手工打造的，就是里面刻的那个习气啊，因为去马来西亚玩就知道了。嗯，啊 ，OK。所以不知道原来它的味道是哇，这么的富裕，这么的丰富。是，好，那又到了我们该评分，该评分。你会归它在什么调？因为你看它前段，这个真的是前中后都如此的丰富，中间花香这么多，对不对？你会把它归在哪一个调性？很难说。哇，这真的是我觉得还是东方花香调、啊。OK 啊，你是放花香调啊？对，东方花香调，因为它的花香真的是很富裕， okay, 它的花香非常富裕。我跟你比较不一样，是，我也是属木质调，我觉得它。那这是木质调，我觉得是木质调、嗯啊，好吧？你看，你闻起来跟我的感觉不太一样，好、哦，可能你对木质调已经很熟悉了，所以你会在它身上闻到它特别的花香，对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可能？那我是花香挂的，我觉得它木头很特别，对。哦、可能有这种差，因为它可能对我来说没有这么的深沉了。对对 对, 對，深沉是對。它给你还是明亮的了。OK， 明亮的。所以你会定位在花香调，但是你定位在木质调，对，很特别。
那只能我们两个综合一下好了，只能留给现场的朋友，你有机会来闻闻看这一支，千万不要客气，千万不要客气。好，那你会给他花香料零到十分几分？我给他九点五分，九点五分，九点五分，大出我意料之外，就是我，因为英国香水也可以有这么丰富的呈现，丰富的呈现，同意，好。那我会给他木质调，我会给他到十分。老实讲，因为我这一喷的时候，我那个联想的画面，宫廷木造黑色系的这种画面，然后最后祥和平静的心情这种，我立刻就联想起来了。好，所以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那个地方我想起来了，叫养心殿。养心殿，养心殿。哦、okay, 好。讲得真好，好，那我会给他在这个木质调十分这么高，很特别，那也跳脱出我们对英国品牌的系列一般的认知了，就是比较清新、啊比较一个线性的呈现、啊，是哦、线性的呈现，所以这个牌子伯蒂夏，我们之后会好好为各位介绍，那也欢迎你来我们这边现场试香，好，那我们下方都有留我们的这个试香的地址，欢迎你跟我们联络。过来，拜拜，拜拜。